等我的 blue glass， 我从来没有喝过。然后钢铁侠等一下要上楼去点 blue bottle， 我们各喝各的。然后今天我们把毛毛刚才放去了外公外婆家，然后我们去青浦参加了一个展会，一个母婴展，然后去一个品牌的活动嘛。我一个薯条，然后一个格子裙子，再一个这个羊角包。然后明天正好是我两档，正好都约在同一天了，两档德国的朋友来，所以说都加起来，我们就把毛毛放去外公外婆家放几天，明天可以接待两档朋友。然后今天是我们俩难得的又一次小约会，我们现在各点完饮料之后，准备上楼去看那个消失的他。好酸哦。电影都看不来了。我们两个人最后看的电影应该是那个《复仇者联盟》最后一部。嗯。而且那一次是看的是首映，是那种半夜去看。我看完了。我本来记得这个应该是根据一个电影编的，因为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知道有一本畅销小说叫《消失的爱人》啊，这不是一回事。那我看到中途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故事是个鬼扯，然后呢这个是个瞎拍。等到小伙伴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被陈思诚侮辱了啊。我也不是什么智商很高的人哈，行�吧，反正我看完了，笑死人了。就我看完以后，我只想做这个动作。家人们谁的这个老门框真的是挺老的哈。我感觉我 vlog 里面十顿饭有八顿都在吃火锅，各种火锅，辣的不辣的火锅。涮羊肉就是要麻酱配点香油，再配上这个肉倒盘不撒，裹上厚厚的麻酱，来一口，再来一根羊肉串，哎呀，齐活！你很好笑哎，你看着就很像那种从德国回来的人。我们两个现在吃完饭了，然后今天上海巨热，我们现在就是逛逛，在建国西路，然后有个品牌活动，我们就过来遛个弯，打个卡，来看看，是一个做首饰的品牌。看，我们俩拍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话，叫野蛮竞生展。它是一个风趣的颜料、对，是的，还是就蛮有那种温润的感觉。 对，就又有部落感，但它又有它温润的那种地方。好盖特我们是，就有点高跟啊的那种画的这种感觉。是的，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画的。是的、好妙啊，你提到的就是这种感觉、很适合这一套。是的，我们来这家咖啡馆啦，看我的美女大队，好可爱。这雪糯米千层。你这个是洗菜做饭一条龙服务是不是啊？家人们，今天是带娃日。你这个水沉了吗？它水就不够了，本来它是可以循环的。哇，你现在很凶哦，大家看到了，给你们看这个东西很高级。做饭了啊，还有声音，还可以搁大一点。好好给妈妈做饭，不要偷懒。洗菜做饭，等下还要洗碗。 OK。 哦，锅子也要洗洗啊。我们今天和呼噜哥哥约了要到三楼的 Space Zoom 去玩一下，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Space Zoom。 我们前两天去了一次那个 Mini Mouse， 哦，好大哦。然后据说 Space Zoom 里面有很多小男孩的车车。对面和呼噜哥哥一起共同炫无花果。呼噜哥哥，你这欢迎也不听。那我们来了毛毛叫伊毛毛一百多，肯定有的，一直不听。特别离谱，仿佛他会开一样。
我的帅儿子呢，好厉害，哇，你好厉害啊，过来行妈妈，哎呦，来爸爸，来你妈，爸爸接了你好吧，哥来、笑笑，嗯，对，笑笑笑笑想想哦，想想对吧？想想了对吧？而且每次来，爸爸也可以做一下奥特曼，打一下怪兽，宝宝也会自己玩，妈妈就解放了。嘿，嘿，看到我的肌肉了吗？哎，哎，要趁毛毛不在去吃烤肉。而且我们今天去的这一家，我们去年也去过，卡哈特的一件工字小背心。然后哇，这个包好好用哦，针织的，看着其貌不扬。但是特别好装，而且软软的，这里粗的肩带。我的脚上开发了。要陪这位近视几度来着？1000吗？900多。900，是不是保守了？大家的眼镜度数都几度？其实我也近视，我大概有200-300度吧，但我不戴。MBTI 测出来什么？我好像测过2回了，然后我记得我这一次测和上一次测的那个测出来是一样的。我是 ESTJ， 哇、哦，这个人设好像不是很好。然后他在没有测之前，我就在猜他是什么。我猜他跟我是一样的，结果他是 ISTJ， 他竟然是个 I 人了，现在已经上了年纪变成 I 人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后面的 STJ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俩的确就是两个讨人厌的人，就是卷王的那种，给人压迫感的人。瓦林呢？我好像是有能力到直播中去啊，自动的嘞。我好像活在一点。不可以给小孩设限。好吃。我们要在那个阿弟来这个。阿弟热吗？嗯。姐姐肯定会吃。哇哦，朋友们，酱蟹酱虾实在是太惊艳了，烤肉包生菜，哇哦，嘴巴塞不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吃了，每一次都让我觉得毫无雷点，随便点都很好吃。再有这个凉面，夏天吃真的是绝绝子，非常的清爽可口，甜甜酸酸的，可以好几碗。豆芽。最关键这个厚切五花肉，我真的每次都要点。肥的五花肉，我觉得是韩烤的精髓，一定要有，而且要那种厚一点的，蘸一点姜，太好吃了，而且要烤的有点焦香。哎，这个我们在那边吴中那边那一家哦，这个辣好香，分量好大。哦，这个饭饭好好吃，好辣，好辣。哎，还好没有点直播呗。嗯。这个辣辣辣辣，烤肉不配蒜，味道少一半。金牛座是哪个？不是这个黄的吗？没有，金牛座是这个。这是金牛座啊？干哪亏了？咋了？这个好可爱呀、啊！他们两个结婚啦！朋友们，是不是很有年代感？鲜芋仙，以前还有一个叫什么？玉贵人。玉贵人啊、嗯！你问别人讨的吗？对啊。就没有花钱吗？对啊。讨了一碗冰吗？对啊。然后你不喝了叫我、啊。你来，你倒好了，你弄整个好了，你装了，不要紧的呀。你放好了，你想吃你放呀。吃冰的快乐，你看我们今天穿的配不配？我们穿的是情侣装吗？嗯，今天我们是要和一个小妹妹去玩，这个妹妹是从纽约回来的，叫小虎。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因为小朋友关键，那个妹妹是1周岁吧，小朋友关键就是当中一直要睡觉，那如果我们回家的话就一直要回家，然后睡午觉，然后回家吃饭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呢，我前天到
这个叫淋淋雨的地方去考察了一下，它是一个那种一站式的洗浴中心，又有小朋友的儿童乐园，然后大人又可以洗浴，然后按摩。妈妈，侬恩恩有吧？没。啊，那侬钞票有吧？侬有钞票吧？没。侬还没钞票啊？拜拜。叫爸爸，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然后这边一共是有三层楼，下面是洗浴区，然后洗浴是不能拍的嘛。然后这边就是中区，前面那里就是刚才的儿童乐园，然后这里是汗蒸区，那边有桌球房，中央休息区，然后这边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你在等妹妹来是不是？哎呦，一个个洞先看看。和妹妹在哪个洞呀？可以看书的。然后这里有个专门的地方是打 PS 的，这里就是儿童乐园的进口啦。然后你看这里的休息厅，还有这个一个个小帐篷，就是可以进去休息的。然后我是连着来了两次，我就觉得这里服务真的特别好，难得上海有服务这么好的地方，人不多，希望他们人一直不要多，蛮好的。不是广啊，我还买券了呢。好棒棒的接亲，接亲，嘿，小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儿童乐园，你看有滑滑梯，就是那种还蛮高的，然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这里还有个旋转滑滑梯。这边是一个乐高区，小朋友的一个换装区，国风的衣服，但是最小是110，所以毛毛还穿不了。这里呢就是毛毛最爱的区域了，做饭区，小小朋友的一个滑滑梯区域。但是他是一边笑一边在要打了，要打了，我打了，要打架哦。哎，立一下可以吗？哎，他会碰到头吗？哦，你要帮妹妹是不是？应该也没有想，好害怕，好害怕，咱们互相拿这个砸。对的，是的。提前帮我关掉。太阳局第一个王林。他可以吃吗？他可以吃，他可以吃。放在这里。他可以吃。谢谢，谢谢。好吃，好吃。自己吃。I think the best thing here is we don't have to change place. We can just stay here and we don't have to change the location. That's why we have the idea choosing here. 互动中，我们现在在等按摩，然后两个小孩就在旁边爬。你的头有股酱油味。妈妈给你们看90后带孩子有多离谱。前面我们吃完晚饭已经8点了，然后毛毛就睡着了，他平时是要到10点才会睡着的，睡到9:03他醒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吗？然后他还没有洗澡，他就很兴奋了在里面，因为也没有住过，我们就想啊，那要不就开个房间住吧，因为很久没有开房间了。朋友们，来 room tour 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就准备在这里过夜了。一个2米的大床都够用，而且挺干净挺新的，觉得挺新鲜的，没有在洗浴中心过过夜的人觉得很好玩。混酒店，混酒店，然后11点不睡觉。哇，你站起来啦。哇，我们是混澡堂子的小宝宝，你当心你不能这么下床，你得慢一点哈，你慢一点，妈妈还给你带了两个咕咕鸡来，是不是？冲冲冲冲！我们就只有这一顿奶哈，你如果不喝的话，明天早上是没有奶的啊。现在宝宝睡了，我们俩真的是好无聊啊！现在是晚上12点，我们俩在轮流出门去玩，你知道吗？太愚蠢了，但是好好玩，因为
已经没有什么机会这样半夜在外面晃荡了，毛毛在后面睡大觉。二楼就点了一碗雪菜肉丝面，不对，一楼点了碗雪菜肉丝面韩式螺片，等一下会送进来。然后现在钢铁侠出去玩了，他说他要去捏个酒。好无聊，我在等面，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毛毛尿布，车里还有两块。然后这个是我上一次来买的这个预资券，毛毛的袜子，然后零食，然后再是袜子。今天本来给妹妹也准备零食，然后毛毛的吃的，我怕他进来，如果他不愿意吃里面的话，我给他备了一些。然后这个是粥，今天喝了一个牛肉的，哎，雅诗兰黛的这个333，然后毛哥瓶的一个遮瑕，哦，东野的这个灵芝面霜。你穿着这个浴服嘛，放手机不方便的，所以我就又带了一个手机包。在等面，再给大家看一下钢铁侠的包里哈，这好像是耳机，然后毛毛的尿布，还有库存，然后还有他的工作电脑。他今天来还来开会呢，这里的网还挺好的。这里面还有啥？坑一坑，不会坑出什么不该坑的东西吧？哎呀，哎，毛毛的鞋子，大家看毛毛的鞋子，磕磕磕，我来了。哎呀，我能端吗？我能，我能，我能，我能。好，谢谢，我不会打饭的，谢谢，拜拜。啊，好好好的好的，我会点评的。啊，好的好的，餐饮的美团点评一下，好的，朋友没问题。哇，我的面真不错啊！开心死了，老公去捏脚了，我在这里吃夜宵。人生就是各取所需，哇，精致精致，把精致打在公屏上哈。哎呀，这个雪菜肉丝还挺多的，哎，炫炫炫炫着，哎，你们不要小看这一碗雪菜肉丝面哈，雪菜和肉丝都很多，面也不少。人生的快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碗面，你们知道吗？哇，会不会太有哲理呀？小孩睡着了。因为上个月比较累嘛，上个月直播就做了4场，然后还有视频啊什么的，大家可能觉得哇，你那么累，你不就是为了赚钱要做直播吗？直播真的是很累很累，你前期准备就要很久，烫衣服拆包裹。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直播呢？就是618期间价格真的很便宜，就会比平时要便宜很多。然后我做完第一场之后，小红书也会有联系我们这边，就是说哎，你们要不要再做啊。然后就哦，那好吧。然后就是你会被那个一个潮流一个洪流推着走，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哇，这个时间我应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哦，这段时间因为直播我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过，从来都没有弄过，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就很感兴趣，你就会想要去比较在这一段时间比较紧凑的去做这个事情。每一次直播你做到12点，然后你是睡不着的，我都是要到3点才能睡着。然后做完之后，我就会和 Vicky 瘫坐在地上，然后我和我的观众们很近，我会立刻知道这个回馈是什么，我很喜欢。当然我做直播还有很多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我也不想把团队搞大，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去签公司啊，就是去养团队啊，我不想这样，我就还想保持，就是至少我和 Vicky 两个人会有一些姐妹之间互相安利的这种感觉。12月底会回德国，然后回德国的话，因为我婆婆妈妈有可能也不会回去陪我们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回归生活。如果大家想要喜欢看那种我平时做饭呐、买菜呀、在德国就是做全职妈妈的话，也可以期待我12月份之后的 vlog。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 vlog，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你捏好了？还没捏呢。没捏你来干嘛呢？我是来看一下。你哪是来看我的呀？所以看看你够好不好？你就是来吃我面的。别操心。所以捏脚可以，你捏左脚，我捏右脚吗？这个服务好像不太有。你吃吧，还真的蛮好吃的，它那个咸菜的肉丝都很多。我要气死。为什么你要气死了？因为你这个就只能你自己弄啊，我的面你还能吃啊？啪，没了。